给你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，就是它了，叫移动的球桶。听这个意思，球桶是可以动吧？那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吧。大家看，这个啊就是可以移动的球桶了。我现在把这个按钮打开，看见没？在悄悄的挪动，是不是有点像扫地机器人？你看啊，它旁边这个线就可以阻拦它，不让它掉出去。那么我们要用弹跳的方式，把这个球啊扔进这个球桶里面。那么现在赶紧叫我的小伙伴出来跟我一块玩吧。你们都知道规则了吗？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分组吧。好，小心小背，小心小背，小心。
胖子姐姐负责投球，珍珍班长还有淘淘姐姐负责说圆明园这三个字。好，谁说错了，对方组就有机会投球了，知道了吗？好，我负责说，你负责投球。你不是说，我负责说，你负责投球。来吧，我相信珍珍。好，谁先说？你。这个歪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圆明。Thank you.